洪荒仙魔大战。红军，你以为凭你们这些手段就能封印我吗？当真是天真。鸿蒙意识要打开诸天通道，诸位不要保留了，一定要将它封印住。你们阻止不了我的，诸天通道给我开。洪荒，跟我一起陪葬吧。道祖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鸿蒙意识为何说要打开诸天通道？难道洪荒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？除却洪荒之外，外界还有诸天万界，那些世界不比我们洪荒弱，甚至有些要比洪荒更强。如今鸿蒙意识开放了诸天通道，不久后那些大世界必定会开始对我洪荒的入侵。诸位回去告知媒人，洪荒必须同心协力，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，甚至是反攻他们的世界，寻找成道之机，壮大我洪荒，方能在这诸天万界中生存下来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师父，你老人家闭关还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吧？外面的事情？难道前阵子鸿蒙意识打开了诸天通道，据说不久后就会有其他的世界入侵我们世界，现在红军老头正号召大家团结起来，一起对抗入侵者呢？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。还有我们，还有我老牛，咱们的诈天帮成立这么久，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既然兄弟们都到齐了，那我们今日便不醉不归。我嗅到了新世界的气息，这次一定要在其他位面没有发现之前，将这世界彻底征服。我能感受到，这是一个无比完整的世界，若是能将其掠夺，我位面实力必将暴涨，说不定能就此诞生第二位大军。韩影，这个新世界乃是我先发现的，你不要忘了深渊世界的规则。地狱，这个世界你一个人吃不下的，我地狱位面征伐世界也不在少数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地狱，韩影没说错，这个世界恐怕堪比一流大世界，只是诞生时日太短，底蕴不足，你若独自进攻拿不下来的。都别吵了。贪婪君王，深渊大世界一共99层，每一层有一位恶魔大军镇守，大军相当于洪荒准圣级别的战力，弱势的深渊意识加持甚至可以匹敌圣人，而前七层的恶魔大军称为恶魔君王，就算没有位面加持也能匹敌圣人的深渊意识加持，实力会更强。这七位代表着七宗罪，分别是傲慢、嫉妒、暴怒、贪婪、懒惰、暴食和色欲。贪婪正是深渊大世界的君王之一，此次深渊会出动10层位面战力入侵新世界，我们已经经过商议，拿下此方世界后，出战的10层深渊位面按出力程度瓜分。寻常世界只需要1-2层深渊就能拿下，这个新世界居然惊动了恶魔君王，还要出动10层位面。洪荒世界遇到大麻烦，西游结束之后，鸿蒙意志自毁，打开了诸天通道，诸天万界中已经有顶尖世界开始了对洪荒的入侵。鸿蒙意识已经消散，如今深渊世界入侵，还望诸位共同守护洪荒。如今洪荒各处都出现了裂缝，深渊界浩浩荡荡的恶魔大军定会从各处入侵，接引准提，你们佛门镇守西方，女娲的妖族守北方，东胜神州就拜托小友了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他能有什么问题？西游亮劫不仅抢走我们佛门的西游功德，还带走了我们灵山那么多大妖，现在谁敢惹他们师徒几个？你提这个我就来气，那些大妖不也是你俩从我们三教中带走的？就是嘛，明明是你们同意让我去取经的，怎么了？现在贷款还不起了吗？当年跟天道借了多少功德才勉强成圣？道祖，现在要一致对外，大家千万不可内讧。我与三清会镇守南赡部洲，若你们遇到什么麻烦，我们可以随时支援。要战斗了。
多美味的新世界啊，给我狠狠的拿下。两个君主，这个新世界果然不简单，你们两个应该就是此方世界的最强者了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世界已经被我们深渊大世界看中了，若是能放弃抵抗，我地狱大军可以对你们从轻发落。不跟他废话了，深渊意识给我力量。这是什么力量，竟能让他实力提升这么大？悟空，要不试试那招？现在先别暴露我们的底牌。君王，一个新世界而已，你需要这么谨慎吗？我刚才探查了一下，这个世界极为奇怪，虽然气息强大，资源丰富，但是却没有世界意识。没有世界意识？诸天万界每一个大世界基本都有意识存在，没有世界意识的加持，那我们入侵不是更简单了吗？就是一个新世界而已，贪婪君王，我等为何不直接发动进攻？这世界没有那么简单，应该有君王的存在。就算有君王的存在，没有世界意识的加持，根本就不是我俩的对手。不可大意，先试探一下他们的实力再说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去了新世界的东部，那里有多位君主实力的强者，还有一位君王镇守。我们从各个入口全面发动入侵，试探下他们这个世界的实力。深渊大世界入侵洪荒，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东胜神州地界被西游帮击退。为了试探洪荒世界的真正实力，深渊大军决定从各个入口同时发动入侵。这个新世界明明是我先发现的，现在竟然把这最贫瘠的西方分给我，给我撕碎他们。各位施主，放下屠刀。放下个屁，跟这些外来物种有什么可废话的。掌中佛果。又是君主实力的强者，这个世界的土著怎么这么强？怎么这里也有君王？斩仙飞刀，宝贝，请转身。罗刹，快点出手。一群小卡拉米也敢来我洪荒闹事，山河设计图给我收。快撤。小小深渊界也想吞无洪荒，大言不惭。诛仙四剑，快离开这里。此次
我们低估了此界的实力。一个新世界居然出现了四名君王，先回深渊世界禀报主宰，再从长计议。深渊世界的第一波入侵抵挡住了，这些深渊恶魔也不过如此嘛，最强的也就准圣级别的战力，这次应该只是试探性的攻击。不过这些深渊恶魔本身并不强大，他们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世界意识的加持，他们现在已经认为我们洪荒是一个没有世界意识的高等世界，吞并我们的欲望肯定会更强烈，相信不久后他们还会卷土重来。正为道祖，鸿蒙意识不是已经消散了吗？鸿蒙意识确实已经不存在了，不过在鸿蒙意识消散之后，洪荒意识开始苏醒了，只不过现在还很虚弱，你们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也无法为你们所用。哦，若是深渊意识敢降临洪荒，便让它永远留在这里，成为洪荒的养料。居然存在没有世界意识的高等世界。没错，此界是我见过最富饶的世界之一，恐怕只有前十的大世界能与之媲美。没有世界意识的新世界，只要主宰大人降临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。美味的新世界，只要吞并此界，我深渊大世界没准可以挤进万界前十。我会亲自降临新世界，傲慢嫉妒贪婪懒惰，尔等随我一起入侵，一定要拿下此界。深渊主宰意识形态降临洪荒，势必要吞并洪荒大世界，从而让深渊世界跻身万界前十的势力，却没想到洪荒众圣早已做好准备，等着他的到来。真是美丽的新世界，等主宰大人占领这里，我要在这美美的睡上一觉。一群蛮夷还想染指洪荒世界，想的倒是挺好。深渊恶魔的强大从来不在于我们恶魔本身，而是来自主宰的赠予，尔等低等世界的土著连世界意识都没有，根本就不懂深渊世界的强大。低等？哼，一个连法则都不全的世界也敢说洪荒是低等世界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拿下洪荒。造化法则？这不可能，你一个土著怎么这么强？不是我强，是你们太弱了，比起洪荒正道四法中最弱的功德正道还弱，就算是准提接引那两个家伙都可以越阶挑战你。联手一定要帮主宰拿下这个世界。轮到我们上场了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先撤，等深渊大部队过来。不好，位面通道被封锁了。主宰，现在怎么办？既然来了，就一起留在我洪荒吧。此方世界的强者，吴深渊借此次也是无意冒犯，还请宽容一些。无意冒犯，我看是明目张胆的入侵吧。诸天万界，弱肉强食，侵占世界的事情也时有发生。如若此次我们两方能和解，我愿意和洪荒结盟，帮洪荒在万界中迅速站稳脚跟，而我深渊也希望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盟友。我洪荒不需要。儿子，不要太过放肆，我深渊在诸天中也是顶尖世界，深渊世界中也不是没有能够和你匹敌的存在，不要以为深渊世界怕了你们，主宰愿意和你们结盟是尔等的荣幸。我们放肆？我洪荒若是示弱，你深渊世界早就把我们吃的渣都不剩了。此次确实是我深渊做的不对，我做主会拿出相应的宝物赔偿洪荒，此事就此作罢如何？不如何。我深渊大世界底蕴浑厚，我本体更是主宰级别的存在，你们不要不识抬举，若是我深渊界大肆入侵，你觉得你们能抵挡住？
从你深渊界开始觊觎我洪荒，准备侵占洪荒的那一刻，我们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。你觉得还有和解的可能吗？是你逼我的。深渊意识加持入身，给我挡住他们，深渊的援助很快就到。不好，主宰大人的力量在这个世界被压制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此界为何会有世界意识？为何我没有探知到？你没有探知到，那是因为你太弱了。洪荒意识，你今日敢设局围杀我深渊界，我本体很快就会带领恶魔大军赶到，我定要让你们洪荒彻底毁灭。洪荒，尔等会后悔的，无知主体会为吾报仇。损失了三成本源，险些跌落主宰境，洪荒我定要你付出代价。深渊所有恶魔大军，所有君王，给我立马回归。进攻深渊大世界。不好，有大世界入侵我深渊界。试试这个新货。袖里乾坤。炸死他们。哦，快跑！是那一方大世界的气息，他们居然敢反攻我深渊界。每一个大世界的生灵在本界中都会得到世界意识近乎翻倍的加持，还有主宰大人本体坐镇，这帮异世界的土著真是不怕死。不可大意，之前我三成意识降临那个大世界，至少感受到两个主宰级实力的强者，而且我在那个世界感受到了大道本源的力量。怕什么，大不了把99层那个妖怪放出来，就算深渊界毁了，能得到那个世界的大道本源，主宰定能成为这诸天万界的最强者。主宰大人，不好了，那个新世界的土著入侵我们世界，深渊前十层的恶魔大军和深渊恶魔已经全军覆没了。界的施主，吾看尔等与我佛门有缘，能否随我一同回我灵山圣地，探讨一下佛法？这深渊界之中罪孽深重，就算得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源，只需要度化一定数量的深渊恶魔，就有大功德。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，把西游亮劫丢失的功德补回来。啊，确实是好地方啊！深渊恶魔，吾今日便来度化尔等。教主，渡到不能再渡了。出家人应慈悲为怀，你俩。接引，你是不是职业病又犯了？连这些恶魔都要接回灵山。尔等灭我三成本源，还敢进攻我深渊界，当真是勇气可嘉。你说错了吧？你们胆敢进攻我洪荒，才是真正的勇气可嘉。今日我们是来取你剩下的七成本源。可恶，胆敢进我深渊。放心，我会让尔等知道什么是绝望。吾深渊界在诸天中屹立这么久，岂是尔等一座新世界能扳倒的？不
多谢主宰赠予力量。这么简单就能造几个圣人出来？